啊，地堡有折价吗？就买地堡之类，或是用什么东西有折价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不是说办公室有吗？啊，两边呢？办公室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摩托邦。对，办公室是在哪边啦、啊？在那个绿色的那个，绿色的，什么洛圣都的豪华办公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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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办公室。OK， fine。有一个免费是有一个免费啊，但是它是永久还是哎？那个花园银行吗？对啊，是哦。可是花园银行西部免费啊，是哦，好爽哦。就不知道是不是永久的啊？应该先买下来啊，先拿起来好了。我是一开始，我这一开始就买这件了，所以女性助理组织名称赚钱一个组织，一个组织。他组织名称之后也可以改了，要花钱。好好，来了，然后、等一下，我在。哇，改一次25万哎、欸！我的妈呀，这么贵、啊！怎么突然在我面前？没有，我在看你脸上的痘痘。我超怕兔子，我超怕兔子这样看我的、欸。怎么了？他每次用笑脸看着我，我说干嘛？又要挤我痘痘了？我说对啊，你不要动哦。我说不要了。他每次只要脸看着我的脸，我就很怕。我也是因为我长得帅。他想挤我痘痘，我是被强迫的，我是不敢人家眼睛直视，我也不敢。哎、欸，可是要在公开战局才能跳那个不是吗？跳那个？跳研究啊？啊，对，所以就等下是差事啊，差事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就不知道了、欸，因为那个不是要公开战局的差事才行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试试看啊。看等下九一个菜式有没有跳，没有跳再换啊。嗯嗯，什么挤痘都超爽的、欸，哪里爽啊？我的都是那种很大颗的、欸，而不是那种小颗的、欸，哎，里面有脓的那种啊。对啊，走喽！Emergency，Emergency， 我要来买。你们说那个是什么？办公室？机场办公室？办公室是什么、啊、哥？你点经济那边有个绿色的，绿色的，我只看到停机场啊。等一下，哪一个？台积与博物，然后有一个洛圣都的豪华办公室，房产专家。等等，台积与服务，然后嘞，洛圣都有看到一个空间哦，我、哦、一个居住空间要70快80万是怎样？这么贵啊？当然。啊，反正我不会住这里，不用买居住空间、啊。哎、欸，可是我看是要400万、欸，免费啊！我是写免费、欸。为什么是左边第二个？哦，白痴哦！我想說西部不是在最下面吗？购买成功耶！ Yeah, 我有助理打电话给我了。对，私人助理。哇哇，女的、啊，我有钱。女助理。这组织叫做什么？两个组织，设施购买特价跟设施相关改装，设施也有设、哦、施啊，这样你们是不是也可以买啦？有钱的话就可以赶快买设施了。嗯，不能打中文呐、啊？可以啊，我不行啊。欸、可以了，切语言。哦，好好，我想说我可以打设、施，看一下设施。翻新干嘛？看一下设施翻新，翻新，翻新，请问是？哦，半几乎快半价，六折吧？嗯，休息室，我剩轨道炮跟警卫室没买而已，其他都有。我轨道炮有了，警卫室、休息室。起居室哦，便宜哦，才20几万呢，请问直接买一下好了。
卷四现在70几万啊、嗯，机库要吗？感觉又不用啊。我们现在在等什么？等繁星来。我们在买东西啊，在购物，在购物。是我先按了。哎、欸，保险箱跟武器库有必要买吗？还好，我是没买。观众有要吗？啊，之后再买啊。空间。哦，那我要逛车子。哇，这么贵啊、喔！警卫是不要了啦，那不用了啊。没有警卫不重要了，不需要警卫了，不用。哇，这个好漂亮啊、喔！这个也不错，要干嘛？两个都不错。为什么你可以说它不错？你在装潢哦、喔。我在装潢啊。是自己。啊，推荐的车好。好了，购买了。特价有特价什么车吗？都还好。哎，反正我腰了。好，等一下再看。车库也要买吗？天哪、啊！车库不是预设不就有一楼了吗？当然要买到好啊。不用，我觉得没必要。哇，你要哪里啊？我没看到啊。就是来设施这边。哦，打一个。好，这样。正爆载具折价中，那没什么用。然后。这台飞机，那是邦吗？还是什么？邦布虚卡。还有什么东西有折价？我要看看。然后 APC 有折价。哦。在讲什么、啊？正宝材。先进材质。OK。水陆两用的那一台。哦。我在路上了，等我一下，有点远。我先开，等下你自己走进来。好。拿个饼干。我这是该买个 APC 啊，哦、便宜哦。是全满啊。嗯，来了，冲啊！上面感觉太黄，对啊，所以我在犹豫啊。可是那时候有花一大堆钱改机库，就机库也没有进去过几次。有人说机库是最不必要买的，不过都买了，呵呵。不，我是买了，是为了能够去那个军事基地啦。我是五个，中奖还没买啦。哦，拍死！你到底是在刮啥啦？你是在刮啥会 ？Price free。听。这一个是哪一个、啊嗯？伺服器吗？还是什么的？就是靠近人，然后偷资料啊。哦，走喽，走喽，有司机，哎、欸，马上下车，白痴哦，坐过去吧，乖，爆标点。下去呀、啊！哇塞，我买车红包，我没差、啊。没关系，我们等下回自由的时候再那个哈，再处理。有工商有代言就嚣张哦。什么东西？不假。两个在干嘛？跟你一起撞山。两个在插刀。撞山壁。两个一起撞，带头的啦哦哦，这个人开车怎么会在绕圈圈？我还在练习。这边撞不过、啊，撞不过、啊，这边不是你设施附近吗？你怎么还是这么不熟啊？我很少来这啊。当安，当当当安哦！哦哦哦哦哦！买每日护甲成就达成。
早就达成过了哦。那我可以破坏护甲成就吗？就是还没到的时候，我就先把车子翻到连护甲都没有。那我可以现在跳车，然后让任务失败重来吗？不要，这样就护甲买了哦。哇，好棒哦，好像不错。可是你想要我等一下又让车子按 F 飞出去？不要啦，车子又被射出去，因为他哎嗨嗨嗨，巴布，哇哇哇哇！你按子啊？哎、欸，你别怼，你别怼，你别怼！哦，这边有迷路了，是是是，他在笑你，哈哈哈！我要笑，在车上笑，直接在车上笑。啊，现在这边是要干嘛？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是不是？就是、对啊，跟在旁边屁股后面啦、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啊？我不。走喽！为什么你改完车是那一台？那个颜色，他一定他一定有偷修，没有啦，这台不对啦，不对啦，我就是有，我就是有，那台你一定有偷改，然后再送进去。我这什么偷改？你们改完我就直接跑掉了我还花100块帮他改、欸，哎，还钱呐、啊！这个不是车队的人啊！哎呦，哎呦，然后把他轰掉了。开 Uber， 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的一人一个，我去 A， 我去 B， 哎、欸，点不一样啊，他每次都不一点不一样啊。哦，那我去猪，哎、欸，我去 D 啦。哦，那我去 C， 哦 C， 哎、欸、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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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， 我 B， 你 B， 靠 ，B 了。等一下，你们车往那边走，那 A 在哪里？我去 A 啊，我去 A 啊。那这是哪一个没有 ？C 啊？他会帮我自己标点哦、喔。你要自己标啊？我标不到哎、欸。有人标了吗？可以动啊。等下那个摩托帮的那个有人标着啦。那个谁标的啦？我没有按啊，我没有按哦。我标的吧。看，取消掉啊。等一下、喔。你快点呐！等一下，我在跟车啦。你要停旁边哦、喔。你停下来了啦！你可以不要为了自己的方便造成别人的不便吗？好啦，你让我有点想大便哦。现在我要跳车重来了哦。有了啊，你还是没有标掉啊，还是没有取消。我先轰车啦好！你看，你还是为了自己的私事嘛。团队合作呢？啊，你快快快，快到了啦！害我一直开地图，等一下不要动，你这台车不要动，麦当扭一下嘛。而且为什么差事要加摩托帮啊？这可以不用加啦。啊，你为什么要加摩托帮？他想帮我，他给我们钱。我是怕会有，你不要怕问题嘛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等一下，那个中心波又没了。回去嘞！啊！我按到 F， 等一下，你跳车了？我只能按到 F， 我跳车了。我要按 H， 你就按到 G， 又按到 F。感谢 Team 的礼物。我已经在海滩等下一个轮了。好。哦，要标点，不好意思，不能标点，对不对？能不能标点啊？啊，好了，不要标了。这个人好忙，探头镜头探头，哈哈，好笑。摧毁目标怎么摧毁啊？哦，炸掉他！炸掉他！炸你可以，你车子有飞弹啦、啊，你按 tap。哦，对耶。好了，先别下水哦，下水会爆炸哦。嗯，好，我在等，我在等。今天人会少吗？我觉得很多嘞。
耶、yeah, 我起飞喽！飞？我在 B 旁边。哎、欸，我离 A 很近，我可以 A 吗？可以，我在 B 旁边。那我去猪。那我是 C。记得不要死死的跟在他后面哦，会被打哦。要稍微晃一下哦。好。搞不好音乐可以 A B 同时哦。我看不到海。我在海又已经在收集 B 的了。有这里吗？我去 A 咯 ，A 在我旁边。按什么 ？H 吗 ？X。X 起飞 ，H 收资料。OK， 好了，我出海咯。我已经在收资料咯。哎呦！哎呦，我被射到了一下，痛。哎呦，不要啦！不要啦，好啦，拜拜，拜拜。啊，好了，结束了，好，结束了，好。我们去机场等吧。哪一个？就南边的，对，南边的那个机场。好的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连那个小海杀的都杀掉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凶巴巴呢？凶巴巴。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？哦哟。嗯。阿吉，我来帮你了。那早就不来了。我刚用完一个。这样比较快啊。繁星这边，繁星这边。我回头了，拜。繁星往这边，走走走走走。走喽。好了，我们到了，我们就等他们吧。哇，你这当自己家在走耶，好屌。可以啦。到哪边啊？要往机场啊。对啊。啊，要到点才会起飞哦，好烦哦。嗯。嗯。阿进，你不觉得走大海比较快吗？哦，对耶！我怎么不早点说？我说了，现在说了。可是这要怎么上去啊？啊？那不就还好没下去？那边好像比较不好上来。你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翻了，我翻了，我翻了，完了。哦，没事没事。我成了，完了！哎呀，完了！那不就还好，我走这边。那边不太好上了，你要绕一圈，绕到那个机场另外一边。我一边了，就完了。阿皮安，哎，大概拢是你，拢我拢我嘿，又个是你，个爱点来啊！我还吃了护甲，你知道吗？杰克嘞，我还吃了护甲，你知道吗？从头，从头吗？是从海上？我们已经截完那个海上的了、欸，可是因为飞天的点还没踩啊。从海上吧，从海上那边开始。哦，你真的是冲啊！干嘛？你在想什么车啦？哦，可恶！没想到，可恶！哎，这个开车怎么停在这里的？标个点啊那去哪里？刚刚那个吧，我一样去 A B 那边喽。那就一样死。好，我去租。好，你租。好，你是牛。好。牛不错，好。好。魔。魔，不要忘买饮料咯。魔，蹦蹦魔。那可能跟那个
哎、欸，这个人开车怎么？他不是这样买吗？我们上一次他不是这样讲吗？砰砰砰！他是说左脚还是左脚是右脚踩两下？左脚右脚各踩一下，然后磨一下的。哦。啊啊！怎么了？没事。怎么了？那个墙壁长歪了。啊！撞到了。等一下，太早起飞了，有点滑、啊。我这边可以哦。这栏杆那么多。啊！你怎么在上面啦、啊？他指引我这边哎、欸。你怎么不是在海边下面啦、啊？哎、欸，可以可以可以耶！好，你要 A 吗？我那我去 B。好啊。不要那一副，不要那一副。我都已经在海面上，还跳 X 说那个 X 是悬浮模式。那希望你会知道 X 可以漂浮。我都已经在漂了。希望杰克会知道。嗯嗯，希望他的车不要翻覆。嗯。哎、欸，屁股给你看，屁股给你看，屁股给你看。走了。哎呀